25日出席完微博之夜，在26日立刻从上海飞到北京参加歌手老狼的演唱会。演唱会结束之后，他也特别在自己的微博上开心和粉丝分享参加演唱会的照片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高圆圆顶着冻龄高颜值，开心的和一旁的朋友自拍，就算看起来几乎是全素颜，但他肤况超级好，简单对着镜头甜笑就迷倒不少粉丝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特别上传一段自己骑着脚踏车的影片，一旁的友人则表示纪念一下我们的青春，骑脚踏车去看老狼哦。15秒的影片发布不到一天，就突破124万的观看数，不少粉丝都想起高圆圆22年前的代表作《17岁的单车》里面经典的骑车画面，让网友看了纷纷兴奋表示，你也是我们的青春，再度与网上引起热议。纪念一下我们的青春，骑着17岁